定金，还有行动指令，都在这个锦盒里，见到东宫首级，我阿爷自会给你剩下的黄金。放下锦盒，留你性命。我给你一起惊天大案的线索：自杀东宫。这个案子你可有兴致？为什么要灭口啊？一定是刺客知道他们的行踪暴露了，一旦发现，五副郎将现身，将其索拿带回。是。